你们无法想象我心里有多痛苦。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可他总是抱怨，说我不懂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总是嫌弃我呢？这不前段时间，他又被霸道总裁的男主给迷住了。我不服气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。Baby，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吃饭怎么样？嗯。吃完饭去逛街怎么样？嗯。逛完街去看电影如何呀？嗯。霸道总裁呀，难道要婆婆妈妈的给建议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释放老男的一面。baby， 喝点热水吧。baby， 喝点热水。baby， 喝点热水吧。baby， 喝点热水。啊，这样也不行。那我只能使出我的最后一招了。这一招实在是太凶残了。今天打扮的这么美，是要约我出去吗？看见里面写的什么吗？里面写着三个字：你真美。我做了一个小时的发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。